了 Snow， fight on！ 突然一个宅味飘出来。Hello， 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要棚拍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杂志每一期的封面都会精心设计过，所以呢就会要上妆啊，然后去到专业的摄影棚拍摄。然后今天也是要拍接下来六期杂志的封面跟内容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慵懒、蓬松、包包头、眉，慵懒然后用超久。I woke up like this, not real. 我们这个衣服的主题是阿迪30岁，庆祝他生日，然后希望在他30岁的时候还能够开心的玩游戏。什么废主题？那边是硕士毕业，学士毕业，下半身穿棉裤了，哎，手嘞，帅哥美，拿去相亲，不是，毕业之后吃自己，养妹妹吗？要养吗？很贵，很贵。好，我去换下一套衣服。Yo, what up? OK, 这个呢，这个是一个夏季的一个 summer 风，好不好？小碎花裙。比较很帅哦。对啊，我也是。穿这么潮，好像老太太一样。好了，最后一个主题，甜点女神嘛，对不对？甜食女神，甜食女神，你，好欠揍。每个月的杂志封面都会很用心的来去策划，那内容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，每一期都非常精彩，可以期待一下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多去 Press Play 支持我们的集资专案，订阅我们的杂志哦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，要记得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下次大家想要看我们去哪里出任务呢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吧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哎，是你蛮会的耶，有朝气。